哇，突然发现我们柜子上这个狮子好魔幻。我真的觉得太吓人了，盯着我看。来，现在我们来演一下这个狮子的表情啊。好，从妹妹第一个演。我吧。我第一个。好，你第一个。好，妹妹演一下就是了。我不能给你。是吧？我来一个。来，核心，那核心是这样。他是白眼了，哥。没有，还要这样，不是嘴还要往下挪，那脸长。不是，他还得这样啊，这样啊，对，嘴往下。太魔幻了，这个真的太笑人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好，咱们演完这狮子，现在演这个麒麟啊。好，这个麒麟的表情是这样的，哎，是这样的。现在鹏鹏，你演下边的绿，这个绿鸟，都有点逗眼的，怎么感觉？不是，这绿鸟是这样表情，哎，这样的。现在让鹏鹏和一星俩人演这两个娃娃啊。给，你们俩分好啊！我上面那个，我上面那个，他是上面那个，那我得拿个龙啊！何老师，你演那个龙啊！龙，好，给，我来演那个鱼啊！你是演上面，我是那个鱼。对，我是这边是吧？师傅来，我哎，妹妹拿手机给我拍了一下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，哎，突然捧花了，武松打虎，这都太魔幻了，这长得，这我要笑死了。哎，这个虎是这样的，这虎是这样的，这虎是这样的。对，这太可爱了，这个画的太可爱了，这是秀的嘞！我的天哪！我看那鱼是这样的。哎呀，笑死了！哎呀，下雨的。对。